超级妈妈好爸爸上。啊，好漂亮啊！让我摸摸看。小朋友们上课了，小朋友们。让我看看。小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小朋友们。干什么呢？我瞧瞧。哦，是什么呀？是妮妮，健康哥哥连这个都不知道吗？妮妮，妮妮是谁啊？就是海底小精灵哦，健康哥哥连这个都不知道吗？可海底小精灵又是谁呀？就是妮妮呀，健康哥哥连……等等，海底小精灵是妮妮，妮妮是海底小精灵，可是海底小精灵和妮妮到底是什么呀？小精灵和妮妮就是一条鱼呀、健康哥哥连这个都不知道吗？这个我们都知道。小朋友们，我有个好主意，星期天下午大家都看海底小精灵，星期一来到幼儿园，咱们每个人来讲讲妮妮的故事，看谁讲的精彩。好，妈妈，等一会儿有好看的电视节目哦。是吗？是什么节目啊？是海小海。哎呀，是海选，我差点给忘了。图图，快点回家，马上要开始了。妈妈也要看吗？太好了。妈妈，你知道妮妮吗？知道。妮妮是一条小鱼哦。知道。妮妮是海里面的小鱼。知道。图图，你倒是快点啊。妈妈等等我呀，妈妈等等我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。好，唱得好。轻轻飞到你的身边。来，让开让开。哎呦，还好，没完。干嘛？我要看漂亮女生海选。人家急着赶回来，就是为了看好男人海选的。漂亮女生好看。好男人好看。爸爸妈妈，图图要看海，要看漂亮女生海选，对不对？来，坐到爸爸这边。图图，你刚才说要看好男人海选的。图图说的是海，是男人，就站在爸爸这一边。是妈妈的儿子，就到妈妈这儿来。图图要看海底小精灵。你倒说说，那个漂亮女生有什么好看？歌唱得好，人长得漂亮，还不够。你是说我歌唱得不如他们好听，人也长得不如他们漂亮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那你也说说，好男人有什么好看的？小伙子们英俊潇洒，多才多艺，还不够吗？你的意思是说我胡英俊不如他们英俊，你还嫌我没有才艺，对不对？我没，哼！要不是为了你们，我才不会变成黄脸婆呢。什么？要不是为了你们娘俩辛苦赚钱，我一定过得比现在潇洒多了。图图要看海底小精灵。图图让开，让妈妈看好男人海选。图图让开，让爸爸看漂亮女生。我知道你不爱我了。你胡说什么呀你？那你为什么要看别的女生不看我？电视里有我吗？有吗？那电视里有我吗？你是不是也不爱我了呢？爸爸不爱妈妈了。图图，妈妈不爱爸爸了。我们不能再一起生活下去了。这个家就留给你了，再见。不行，一定要让爸爸和妈妈相爱，动而生功。爸爸妈妈不要吵架。正好，图图给评评理。好啊，那就让图图说说，到底是谁？爸爸可以爱妈妈，妈妈可以爱爸爸。什么意思？